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后，乒乓球依托网络终于活了。而作为最有血性、最有个性的国乒运动员，张继科毫无疑问成为了国民老公，粉丝暴增。大家都知道，近来网友们是非常讨厌秀晒炫的，但张继科出行毫不低调，不仅仅有多辆百万级的名车，手表也是奢华异常。然而如此高调的他，却仍然受到来自网友们的点赞。据悉，张继科1988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，国乒现役男子运动员，是乒坛历史上第七位大满贯选手，也是以445天最快完成大满贯的男子运动员，并且创下了三大赛五连冠的记录，获得荣誉众多。而且在2016年获得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，并且获得了最受欢迎男运动员奖，其年收入更是超过千万，接到的代言也非常多，也难怪会有如此条件。但对于张继科如此高调出行，并没有引来众多网友的批评。